甲级分站赛江苏常州站的比赛。本次比赛由幻影台球俱乐部主办，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，冠军奖金100,000，总奖金近400,000元。2022赛季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全面升级，年终总冠军奖金500,000，相关赛事总奖金超过2200,000，超越斯诺克世锦赛，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。本站赛事诚挚感谢 Joy 乔氏中式台球球桌、 LP 球杆、野豹台球杆、 Furry 威力球杆、奥秘台球杆、皮尔利球杆、 Ports 波茨杆、英国世创6811台泥、比利时雅乐美台球、 Linebox 施博专业台球杆盒、塞克斯桥粉、小麦皮头、振宏胶边、蹭个够商城、优泽智能球房系统、爱跑光影桌球、90,000急救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。欢迎大家来到2022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江苏常州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17-20组第一场、1-12组第二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台裁判员温龙，运动员林冰、谭国豪。二号台裁判员刘法恒，运动员王鹏、钱鹏宇。三号台裁判员徐锦言，运动员刘淑霞、李秉辰。四号台裁判员王景一，运动员王志健、石汉清。五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马千里、刘海。六号台裁判员李勇，运动员陈双喜、申浩然。七号台裁判员卢冰霞，运动员黄维、李晓轩。八号台裁判员陈超强，运动员战梦婵、郭灿杰。九号台裁判员周玉杰，运动员张豪杰、史双阳。十号台裁判员赵文静，运动员王大双、张潘。十一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孔维利、苏玲。十二号台裁判员巩义航，运动员王健、姚元。十三号台裁判员杜怡峰，运动员胡博毅、郭敏。TV 三号台裁判员范文涛，运动员童璐、田佳琪。TV 二号台裁判员王航，运动员丁文帅、于海涛。TV 一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记录裁判员杜月、刘宇，运动员丁凯、张坤鹏。现在比赛开始。丁凯你好，张坤鹏你好，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，听我口令，对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丁凯获得开球选择权。
比赛开始，第一局，丁凯开球。十五号球铁库，
第一局，丁凯胜，比分1-0。谢谢。第二局，张鲲鹏开球。
第二局丁凯胜一分二比零，谢谢。第三局丁凯开球，犯规。自由球。
第三局张坤鹏胜，比分1-2。谢谢。中式台球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第四局张坤鹏开球，第四局丁凯胜，比分3-1，谢谢。第五局丁凯开球，稍等，提醒一下，你这个球要在线上，啊，必须要压到碰到球，对，不是，这球要在线，这样就对对对，可以。
第五局，张坤鹏胜，比分2-3。谢谢。第六局，张坤鹏开球。第六局，张坤鹏胜，比分3-3，开球清台。不畏磨砺，披荆斩棘，十年一剑，只为把最好的给你。野豹球杆。第七局，丁凯开球。
第七局张坤鹏胜，比分4-3。谢谢。第八局张坤鹏开球，
第八局张坤鹏胜，比分5-3。谢谢。第九局，丁凯开球。第九局，张坤鹏胜，比分6-3。官方暂停5分钟，5分钟未到，判负一局。中式台球，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，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正逢交边，声音小，弹力大。
式台球，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 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正红教鞭，声音小，弹力大。式台球，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 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正红教鞭，声音小，弹力大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第10局，张坤鹏开球。
本场比赛结束，张公报社比分7-3，恭喜，谢谢。开球青苔。中式台球，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，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，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